类型非常清楚的那个灵感，就是有点，然后变你，你发现蛮丰富，但是自己错乱，那辨认性还存在，是蛮值得学类型学的地方，灵感类型学的。对吧？这个是异化元件，对，异化那个部分，开始丢去。然后算了，大脑正好，正好是停两辆车子，男的女的，现在家里是这样。有没有看到？就跟刚才一样，但是开始分隔开了，二合一，然后分开了，上面也是一样，只是电影描写了。对吧？这个又是相容较小的，又是一个异化连接，这个也是差异，但这个又重复。但基本上都存在一个小的导向性，小的指向性，就连续往某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正好是运动的地方，合变就在那里。啊，你看它这个单一单一凸出来凸出来，因为凸出来到最后就暗示后面那一区，后面那一区就人的悬浮更大，悬浮力更大，所以发现它有就有我们所谓的在都市空间里面行走的时候，开始有所谓的视觉和心理学上的力动，有重复东西，但是一定要有差异，重复差异，重复差异，重复差异，还是 A B C D， 但是它跟音乐音符一样，会有多少那种作用？是很古典的，但在现在还是非常有效。有到边界吗？这个水平导向就更强，它就变成是上底都是连续性，它旁边就是闭合。所以那种视觉性导向性很强，那到最后其实是动，就是漂浮感最强，就在河边的这一构造，它直接是离合。它在前面不会出现那种有飘忽感的形貌出现。为什么说第二区很棒？就这样，它不至于让人错乱。有时候我们在读了语言的时候，有所谓的失语症出现。失语症就是你讲的话我听不懂，或者你讲的话对不起我误解了。但起码他那个立面语言讲的话你不会误解。Okay， 第二区就这样，第三区就没有了，会让你精神错乱。为什么？控制的不好，大家在求表现，每一个设计都在求表现，然后你根本搞不清楚。跟第四期也是一样，所以我自己觉得第二期当然是做的最好，就是你是一个设计者，你要收敛，你自己应该知道震动到底在哪里，它的原因应该是怎样，你应该告诉什么那个外来者这是什么，即便是住在那里的，有提示作用，还有回应的类比有没有？应该是这样，类比上的回应作用。当然这也是自由意愿的结果，因为结果是在后面，你家没有这样脱不开。这也是那个做那个办公塔的那个纽凯利跟瑞迪，你们家说有买前几集加持，应该有看到他一个案子，就在那个 Hills 那个那个叫什么Media Museum， 超酷的，真的是很吓人。它既然整个立面是玻璃烧出来的，烧玻璃每个玻璃都不同的图，我们好像蛮落后的，落了好远。因为我去年才去那个 Media Museum， 它那个很奇特，那个你值得去看。对，它的餐厅很独特的空间，然后它最重要的是说，那个好像公司有私人赞助。它的下方一大堆那个空间是深挖下去的，全部是给那个你可以申请的，然后在那边做 study， 有没有？截图跑出来了，等于是那个是次强，然后这是最强，最强的单元，然后更强就是边界这个连续提出来。其实荷兰现在浮在台面里面，我倒觉得这组建筑是最怎样？最会克制自己的，冷酷的真的有点极权主义，我觉得他已经迈入极权主义了，霸权。Okay。 然后你像那个 McKenna 其实也蛮可惜的 ，McKenna 知道吗 ？McKenna 那个人就是进到高雄的什么国家什么
听了，因为听还是什么字，国家怎么听的，像流水一样，因为那是在违反美加的语言，美加应该从来不是做这种东西。然后过来就 US Studio， 对，你们知道 US Studio 是在太物件化了，它东西也是蛮英雄主义的。然后又就 Eric Vedder 更英雄主义，从美加分出来那个叫，然后新一代 Logs 更不用说了。Loss 对吧？这东西完全去面，然后再鼓励下一代，反正更乱七八糟，所以不见得是好事。这组人，我觉得还蛮有希望。你刚才看他的东西，其实蛮感动。他早期最有名感就是，对吧？乌鹊大学的，对吧？地球科学总馆，一栋长条形的，然后立面像矿脉一样。更神奇的是，你进到里面的时候是一个大水池当中的，他不是在哭，而是在说，人家官方怎么办法接受？进去也是一个大厅，一个大水池，然后乌漆嘛黑，而且这才是我们官方应该是反省的。因为它有一个好处，完全跟阿姆斯特丹旧区不一样，辽阔感，所以他们水平是最好的。大家看到，第四区就是，它是最边界两个，最边界的桥就是威斯特做的，前面一个小桥，这个更大的桥，然后这个又是异化的，因为这边都是三层楼高，唯独只有这一栋比较高，那栋是西班牙那个怪才的。米拉也做的，这种等于是一个小塔楼一样，你在远方还是可以看得到。其实它蛮近本分的，没有看到它表现性很高。这一区到这里，然后到这里是它做的，表现性非常高，但是还不是一般来。在台湾人蛮找人谈他的，我建议你们家想要学构造、学结构系统，你可以看他的那个，他的东西哦比较好看嘛，我受用无尽无穷，真的。其实他讲实话就太厉害了，真的。应该他早期那个体育馆开过阿里坎达，早期一个体育馆，然后之后就是布斯卡，另外一个体育馆，后来就是什么一个 bowling school。摩崖一个 boarding school 技术小学，这是他的公案。然后之后就是巴塞罗那那个新的市场改建案，然后另外一个在一个小城的小区空手文化中心。当然他有其他人在，因为爱丁堡的国会大楼在做的，还有英国大学的一个体育馆。那假如你这样看构造结构，对不起，那两个体育馆真的要看。你看那两个题目，然后觉得那个结构跟构造可以学一半，终身受用。因为它不像其他人，它的东西跟库本米尔比起来还有差别。库本米尔的东西你看起来混乱毫无序，真的没秩序可言。但它的东西有复杂到里面还显出很强烈的秩序，这才厉害。复杂有 chaos 存在，但最后又很强烈的秩序，到最后回归到秩序了，才厉害。所以你看它里面其实在用形状，然后那些桌上切割，其实有它的视觉导演、视觉解释性存在。但他后来的这个垂直切分是受他第一任太太影响，他第一任太太跟他在一起做的东西又不一样，你们应该知道吧？他自己有做一个尼古拉达墓园，在巴塞罗那西北边的墓园。所以他结构性其实非常强，结构构建性非常强。那这个砖就是荷兰一般老房子的砖的那种颜色，它基本上回归到荷兰老房子的砖的颜色，但他要强调它的差异性，因为它是一个标记性的建筑。标记点节点啊，所以他必须用最特有的颜色出来。啊，颜色人家要选到亮起来，什么色？在荷兰，啊，
蓝色不用写了，都是水了，对不对？通常我们在什么颜色都沾颜色框就沾颜框，那几个来挑。那绿色也不用写了，除了水，回来就是自己种的树，也没有了，所以只剩下红黄了。红色在这边绝对不对劲，晚上你天天看到没有灯了，对不对？所以黄色比红色还好，晚上变成新的，蓝黄就比较好，大概是这样。对，你自己可以看到它的皮层异化，正好跟内部空间去做回应，正好提供点在那边。那转角的图也是有，正好有没有？正好对那个墙，你这一样就打上去，打过去。那后来那边后面这个是所谓威尼斯街，就整条都是不一样的房子。我这也是在玩世界动态性格，就像破光给你一样，你当然也可以走这样性格。然后这个切角当然还有，因为你单一就这样没有切的话，单一的量太巨大了。无法被住在那种小的那种消失的区域，所以当然切两，切两当然有好处的，各两边采光性也比较，通风性也比较。我也没意见，没意见不一样。那你可以从他们那时候政府在贩售这些房子的时候有用平面图，其实每一间都有平面图。啊，其实这些大楼跟他的几乎差不多一样大小。啊，他们在做总体规划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吗？他把那个不同区有你的中庭到底要放哪，有些中庭是放在前方，有些区要放在中间，有些是放在后方，所以不是。同时性的，也发现有点混乱，但是好像混乱只是限制在沿河边这一区的，所以也还好。那我们每个人都要他的需要，因为每个人找不同的建筑师，这是。但他们是同时要改。然后后来就变成是沿着那个港口边的，港口边那一区就变成是你看起来好像是码头。就是它的形象好像是类似码头构造一样，啊，跟船也有点关系，跟码头的东西有点关系。就进去的整体像从前到后，其实是有它回荷兰的那个地方，那个码头，对吧？阿姆斯特丹港区，起码回到那个位置。那当初去的时候，我们讲公寓大概是最便宜，就是在那个大厅，一屋放下去就可以到大厅那里。气窗通风采光，所以等于是把那个整个悬浮起来了，也像一条大船一样。就是这也是西班牙建筑师进到那个José Mateo，José Mateo就是做你家去巴塞隆那最新的那个知道吗？迪亚哥拉玛那一区的那个世贸大楼就是他做的。那其他策略蛮好的，它前面有一条桥，就是从这个区刚开始进来就看到一条桥，也是通到整区的前段，
但它前面的桥做起来的那个特异性和扰动性没有后面那个桥大。通常我们在做，我们会把重点就放在前面，它比较聪明，把那个扰动性比较大放在后面，前面那个会比较小一点，比较不那么突出。那么基因有个好处，就是上面全部是功能的，跳空跳空跳，也是一样的逻辑，都一样。它只有两种形态，两种还是三种？两个。你知道里面一间最便宜多少钱？那时候。世界上多少钱？200万台币。最贵那件多少？猜一下，黄色的，这个钢琴，2000万台币。所以它range从200到2000。多大一个？你家我没有进去那个，但是从图上应该可以看得到，可能应该最起码原来有台湾的那种，应该40台币应该有，是不是应该？但它命最好。直接迎着运气了。那你想想，昂斯达呢？啊，台北，台北2000万可以买到好的运，是不是这样？台湾其实蛮麻烦的地方，地面楼层的公共性已经不存在了。一楼是完全不存在公共性，所以你这个地方人跟人之间关系绝对断绝掉，绝对断绝了，没辙，因为空间之间影响人的关系，你没有提供它，对，只提供了公园，公园不是我每天生活必经的场合，不是。在台湾公园，我想马上让他们生活起，所以其实台湾的人情应该淡薄的必然的，你也不用意外了，啊，就这样，因为都市变了。那也不是我们设计者可以决定的，不是啊，那是政府的统一权。我们设计者无奈，那这没辙。我对公共性觉得好了，那人真的会聚集的人，他一定会碰到，一定会碰到。我大致上就是这样的，就是秀这些东西。
屋主他已经够那个、啊，这个超级怎样？生活很有他节律的，他不会睡过头的，就需要那个光去吵醒他，他自动会起来。所以才把他拍到最后，最安静的角落就在这里。所以那个光不是为了说要去制造特殊氛围，才去把它开灭。但是你看他做这个小景观，现在这边这边有放了椅子了，他这棵长得更大，因为他业主在修，他修的蛮好的，现在已经长得比较高了。其实那个椅子样子，从早上就开始有印了，那你就会发现那个村里面的阿婆啊、阿妈啊、娶孙啊、儿媳啊，然后纳凉的啊，还有看爸爸的开杠啊，就起码提供个小小的，因为早上他姐姐去上班了，这辆就不见了，就直接空下来了，那是他姐姐的车子，啊，他自己的车子停在这里面，所以这辆空下来之后，就是已经早上开始八点多了。这个变成公共空间，公共空间还有遮阴性，比庙前广场，因为庙前广场几乎没有遮阴，他庙前广场有遮阴，没什么遮阴，就反正这边还会季节的。对，像这个直接去看村里小道，啊，这个只是前方可以让后方，这个窗帘是后方的窗帘，后方的真正窗帘，因为后方的窗帘把它切割这个分隔线，其实距离够远，那个分隔线的作用就降低了，人的视野性就不一样。我在这一间的时候，那个分隔性很强，对，因为它就在你的前方而已，所以它也保有私密性，因为分隔性很强。但真的到后面的话，你那个分隔线都不见，你看起来其实是一个框，所以这个框是给后面更大作用，而且框前面的看出去，因为它也不会看到乱七八糟，但是在前面这间绝对看到乱七八糟，因为光线一样高。应该的设计是这个悬吊起来，然后全部是开小洞变洞，台阶太高了，那个已经表明是说对不起了，我旁边高边那个，对吧？我旁边给了房，我被高边那个，所以发现不对劲，还是要把它给开开了。刚刚谁说？我后来发现说徐老师的设计，大部分的那个造型。不管是亮部或者是开窗上，几乎都是跟我们一般说从外而内做法是相反，几乎都是由内而外。所以像刚刚有一个那个五六楼的那个，大部分由内到外。对，由内到外。但是我们还是发现说，正展那还是有，我觉得可能是材料色泽上，感觉它的还是比较有整合。就是说，虽然你说每一个造型可能它的原则都不一样，但是在看起来它的同一性或者说一致性会比较高，但是五六楼那个我觉得那个真的还算真的是太多样性，就是、哦、五六楼那个看起来超混乱，那个这对有一点混乱，但现在还 OK 还好，就是把它六楼把它切掉。我后来又发现另外一个六楼不见，其实现在、所以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做设计自己要去小心，就是。这个模型 scale 是吧？那个是五十分之一嘛，五十六六十分之一。然后当你变成一比一的时候，有差别。然后下一个问题，材料，你材料加用了，形状已经复杂，材料加复杂，就这两个字找死了。很建议，形状复杂，材料加复杂。那现在那个材料还算简单，只用洗石子加，只用米石子了，那个装在旁边。啊，就突出的部分有金属板，其他都没有。但是像刚刚后来有介绍一个那个三十，这个看起来我也不喜欢了。我是说三十平，后来有一个三十平很小的那一个。哦，三十平。那个我觉得它那个这个你再仔细看看，这还是符合业主要的，对吧？左龙啊，对吧？金龙啊，福啊，对吧？福耀啊，对吧？金龙啊。但你还是可以发一个连续性的东西，那这边是分开的，所以它其实分成一段、两段、三段、四段，那现在是这里截掉了，所以比喻还 OK， 还好一点。那这边都是主空间嘛，主要它的
房间都在这里，三楼、四楼、五楼。然后主要提供这段子，但是现在这边也变了，还好这一团不见了，是变，因为这团没有了，只有这个塔一个存在，因为隔壁就是这么高，因为他跟隔壁那业主要求了，他一定要比隔壁还高了，这个塔就比隔壁高一点点。然后这里没有了，这边直到这啊，上面变成变光了，所以光线比较好，直接光线就直接落到楼梯井，反正楼梯井变那个小公平，取代那公平。那这边就全部都是浴室了，浴室空间。然后正好是那个酱板式的浴缸，所以他坐下来正好看到外面，就这样看到外面。那这是给客人用的厕所，那这都是小空间了，就洗衣房啊、其他什么小书房啊、厨房之类的，对。就是蛮温暖。这其实讲起来也是有点乱，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还比较，因为他这个有他爸爸是好像朋友一大堆，三教九流，所以这边就变成他爸在用。然后过来他只有用这里，这是他的，他这是他爸爸，那他跟他爸爸只有在餐厅这边交流的，就这个是交流的。那这边上面就是神明屏了。那这个是它的光线唯一只有这里，可以下到楼梯了。楼梯上面有光，这边是透通的，透过去。就这边也是，这边顶上也是室外，也是外。因为那个玻璃会在这个下面，这里有一层玻璃，上面有一层玻璃，但对面没有。然后这个更小，就只有17.89平的左右。那这个比较特别是在这里啊，就是它通风是靠这条缝，把它切掉了，跟隔壁那边是切掉这条缝，让风可以进来，就从这边进来。就是空，它客厅只有座椅的部分封下来，上面也是空。对，其他的空灵店有方再加一长条，那长条可以对着外面，所以后面的房间主卧室这边没有封闭感，因为这一条正好看出去，看到对面。啊，当然对面房间都有条了，但起码可以看出去这样。但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案子应该是比较属于精密的案子？一直是这么想。会不会是因为公司的关系？但是还是一定要退，因为这么小，你这边只有这个空瓶，还是食物一条，17而已。当然里面空瓶好多了，但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的是，因为这边有通过来，你能双向通，它通风绝对比较好。我家是有空瓶的话，通风绝对不够，绝对不够。然后后面的房子再怎么样，这边再怎么用那个镜面玻璃也没用啊，制造幻境，天天看就看烦了，所以你还是要退。人的心理就是这样，你在室内就想往外跳，是人是人，所以你顶着铁定要让它到内了，还能够往外退，否则就死了，没辙。因为其实像安藤的业主，可能有他特别的业主。因为不是所有的业主都是那么内敛、内聚型、内向型，不是啊。你这样每天都往内，那一般人会受不了，对吧？你还是要从内再往外拓的，所以你产生的风险最大。因为安藤的道基本上都封起来，它是一个内庭业主，但内庭业主都是往内的，往上的，往上拓的，单向的。那当然现在还有在做地方，就是在入主的，它是铁道屋，它条件更差，后面是铁道，前面是省道，
隔壁是工厂，夹死了，夹死了。但是因为是铁道关系啊，要把那些音排掉，所以他那个音的板就全部变成是跟那个去回应，就全部都是斜向。斜向的话变成是正好错那个角落，大概噪音能够进来的时间非常短而已，所以几乎噪音快不见了。但是这样我们绿也得到那个致命性，它也退了。那个反而，我倒觉得那个案子还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等于起死回生了，就用它的劣势把它转成优势。然后它的地也很不好，然后就被逼死成一个三角形。这两年正好也有好处，正好他的妈妈超胖，然后又不愿意出钱盖电梯了，就是正好做破浪，那破浪正好把那个铁道旁边噪音把它隔起来。不知道上完之后旁边多少墙，然后穿到里面了。是那个可能还有，说那个大概可能应该是年底才在那个才动工。还有另外一栋现在在等，它也是在阿联，它那个地也是很高，4米4宽而已，但深30米，4米4 30米，其实也很小。我倒觉得不管怎样还是要留公民，没有公民真的把它看死了，完了跟生活要节俭，我说节俭节制，太多东西都没有用，我是废物堆满你家我来干嘛。我爸像那个郑中那个郑才，就是他的人有改变，这是你住在那种地方欲望比较低，你真的欲望比较低。假设他愿意让，今天他现在也很烦，很多人去看。然后前面真的去到那个客厅前方那个地方坐下来，他说我不想走，真的不想走。他不是像安藤那种快，但是另外的集体，就是比较好像怎么讲，好像是他公有没有？然后你反正这一辈子还 OK 了，对不对？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小孙女，就那种感觉。坐在这里，回头看，所以你坐在这里回头看，这边是有胜利的，对吧？那边是黑的，白天里面是黑的，但是你会发觉后面是有东西，所以坐在那边蛮舒服的。那从内往外也还 OK， 他们开一点点风。
所以其实西班牙的某些设计师做那个东西，德国跟日本一辈子做不出来，因为在生命价值机制不一样，你怎么可能做得出来？你在思维上，你的手就不会去做那种，因为在画那个线体也是在感受那种质感，他做不起那种构造 ，impossible。所以你说，虽然德国看西班牙的东西，然后看哇塞，光滑很刚突出，但都是对不起，你就是做不出来，保证你就做不出来。我比较比不那么，因为猪其实有需要精密到像机械那么细吗？我就觉得会要质疑的。猪哪需要像机械？人又不是机械，干嘛这样搞？车子你要搞那么精密去搞，对不对？猪不需要吗？你不要质疑。所以我觉得那个 Even Studio 做那个对啊 ，Base 那个，它那么贵，干嘛？要干嘛？有什么意义？是做那个样子，然后拉阿迪，我觉得更暴力，然后更是极限主义的，暴力主义的。你要看他的东西，我看了感觉是这样，看了两三个真的哇，不想再看下去。因为其实到最后真的变，他都是个人形式的。刚刚乌斯伯那个有没有？就在瓦斯威根的厂前面那个客户馆，那里面的空间都能看嘛，照片看起来很好看，但里面真的是当客户馆更不容易。那谁会去评价？谁敢评价不好？结构上好，构造好，对，都好，单一有点单一都好，但放量真的用起来就，但民众也很喜欢啊，因为很奇特，非常奇特，超级奇特，是超级舒服感。还花了那么多钱，还让人不知道。我是觉得。其实大家来仔细看看现代主义那些人蛮值得尊敬的，就是其实现代主义最重要一点就是平民化精神。现代主义那些人会做那些东西就有标榜，对不对？你看那个啥，那个阿格鲁斯，1906年上装饰就是最，不是说装饰不好，而是在你要把所有东西，对吧？多余的东西抛弃掉的话，装饰就是最好，因为装饰是多余的。那你要回到平民化，那东西就不应该存在。那现在主义那些家里面那些大量全都是，其实都不是所谓的为精英分子在服务的。那他们设计理念也不是这个样子。那你回头看当代，你看资本，其实到最后都沦为，真是在替王公贵族在做了。科勒迪米隆不是一样吗？冷库尔不是一样吗？伊文斯基不是一样吗？然后阿里不是一样吗？对不对？然后英国那些机械鬼，对吧？真是机械鬼，我到最后什么去掐肉去了，什么 Master。意大利皮亚嘛，我们都一样。我们哪有钱去做？对，还有需要吗？哎呦，不知道觉得你们家有兴趣想看，不知道西班牙值得看。然后瑞士的扇面，小扇，瑞士那个皮的鹿头的，皮的鹿头就比较就抗那个消耗的，它东西不会说精致到。哇塞，他花那么多钱，可是你自己看前几期那黑加油，到他做他的住宅，你看到，你就发现他不存在一样，谁有注意到？他的功法都很强。那个毕业入口，那个他只会教他，那个构建不简单。那是构造，那个构造跟德国的比起还差远，就是德国更贵，但他的已经 OK 了，他的已经是正好在边线了，不贵不便宜，让人会觉得说。它不是所谓属于王公贵族，而是属于平民百姓。它那个小教堂，你在那训练也是这种感受。因为它做那个美术馆的，全部玻璃一片一片那种，你也不会觉得它是王公贵族，完全没有贵气存在，对吧？你看到科勒的东西就是贵气，啊，这些就是超级有钱人，已经花完了，一家是五级呢，万家是五级呢。这个社会不可能像科勒家这样搞，怎么可能？所以其实我倒觉得设计者应该有那种责任。要有，但你看喝酒那种，他虽然拿，但他不就要像其他那些那种，对不对？应该反过头回来，我觉得应该是你自己的价值问题。对，像他在报纸那个早上，你有机会要求，肯定要，然后你要结婚，一定要求你的老公啊带你去那边陪家立早堂，不要跑高面。那个真的是有够内敛的，内敛到极点。但那种内又不像日本那些病，我就觉得那个
那个好像都有点病了。他像会了刀子厨师，那画面没有差，没有差。但是日本画太单一了，单一文化其实有它的缺点。啊，你看像欧洲，它他们多重性，对不对？但是你看欧洲文化里面，大家最多重、最混乱、最大混杂的就是西班牙。它比较纯粹是什么？因为英国受干扰比较少，还有是美国，还有德国，因为他们都是强者，强者做出来的东西跟被人家统治过的不会有差异。所以你可以看到英国都是强者，对不对？日本也是强者，对吧？一路积极表现，它是强者。设计会啊，你就恭喜他，今晚可以玩这个。今晚可以玩这个，放上台湾跟靠老板比较习惯。还没有拿完，没有拿完，真的是。哦，他。那本来还有六万，他今天他生气就把六万扣掉。那时间从哪里？我真的做设计，才从做这一接到安装的这个时间三年。哇，他中间有改。那个风是不是？应该问他怎么。啊。不知道。徐老师，那个，在这个营建的过程中，面对你刚刚提到说他不是一个蛮不怎么优秀的一个营造厂，来制作这个东西，那要用这个比较粗略的这样的一个模板的一个做法，那对于这个。渗漏水或蜂窝，或者是你要的这样的东西，如何让它控制一定的粗糙的一个质感，就不要烂到像一个那个废墟。所以那个这边对那个营造厂，你要怎么去控制？那时候要求就要求那个，就外面模板两层嘛，对不对？外模板要比较好。等一下，外模板比较平顺，起码漏水比较没有。对，那模板渗水水路。那来这多紧啊，对。但是外面比较平，外面模板是比较小，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柔板底层，对，就这两个比较要求，其他没办法要求了，对啊。啊，干嘛削水？削水削第一呢，削你唐文天，一般的唐文天这把，所以他才会气的，就扣掉六板窗，然后就把一张六板的窗都换掉，换掉那个现在窗咬的了，只剩那个门，因为他那个门新加了变成门框，那个门现在是。因为公分半能够你基本看不到空调啊，这边有没有空调需要空调在策略上其实什么一楼你们看到旁边都是小圆圈对不 对, 对, 对小圆圈原先的做法是这样是切圆的一半的玻璃嘛对放外另外一半放内它中间有个小网所以还可以通风但是它那个时候那个下面全部把它封死掉，所以变成一楼会有点闷。然后本来前方这个正立面那个有一条是白叶，它现在全部把它改成玻璃。有风的话，这条白叶把它拉开来是风格出来，但是你少一条白叶就蛮麻烦，不会热了，温度低了，但是没有风。这边对一楼底层就没有，其他都有。你说本来这个洞的里面是这个洞里面，这个是外是一半的玻璃啊，内是一半玻璃，它中间就这样就可以通风，它水也漏不进，它最后变成一整片圆的玻璃就封死掉。就反正上面的楼层还有做呢，有那样做，下面没有。差不多一直漏水，我怎么满意？这三年来，你对他的服务，投入的这个感情，跟之后所得到的这个奖项，是不是可以弥补他这样的缺陷？感觉啊，我们要觉得这里没事。是啊，我倒觉得这里影响还是有的。为什么？你做到下个案子，你还不要面对这个案子，还不面对那个案子的困境？也不用说你前面做了，你后面就没有问题了。前面做了对不起，你后面还是这样问题，还是这样可以有新的问题要解决。
不像做刚才讲那个做三年那种，他也是要没钱的。我靠，我怎么办？没钱也是300出头万啊，这样要怎么做？300多万，5万块可能做不起来啊，我们很难做起来。那你要想办法做起来，那我5万多可能做起来，还是有些没问题。因为他经费这么少，他的营造是业主自己的，是老师帮忙的。你说原来那个？对，就是像帮正在或者是未来可以他就是。像那个像这是他解雇百个营造，但他解雇别人营造钱。哈哈哈经费这么少，他主要是解雇比较聪明啊，我知道，他知道到最后比较少。然后现在那些小案子，因为小案子也不建议说那个业主自己找小包，因为找小包脾气蛮大，做到一半钱赚不了一半，丢在那边怎么办？又完，谁又完？他只要找了，还有点组织架构了，还做过一下还 OK 的，我觉得一定要找，只是看他要不要消点价钱。大部分有一半是不要反，然后就是反梁，但是反梁就是这样错起来，而不是这一个墙直接接到那个墙。所以反梁，但是大部分是不要反。用木地板做那个。没有反梁。然后其实反梁反的不是头到尾的梁，而是 L 型而已。L 型。对，理解吗？像那个跳动的地方，它是反过来，对吧？从上面，然后接到前面这道墙，它变成两道墙。刚刚还 OK， 有把力加强它，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客厅，工作室那个是倒掉的，还是两把，只是反正各一段而已，一小段。就针对一些开口的地方。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木地板是可以允许被盖在？你说外还是内？里面的那个室内的木地板。室内那个木地板，有没有这个、啊？因为这个选的时候是选那个，它可能会裂，因为它是那个印度橡勾印，但它可能会裂，但还好它算是蛮老的，但是会裂，我在想还是会裂，但是不知道那个什么。然后再来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个窗户也是应该是用钢做的，原来钢这种不是钢，是用角铁，你知道吗？你讲的说过一块，肉才怪。然后没有粉刷墙也是一个。没有，原来设计的是，你即便角钢比较大，但下方有一个镀锌板的导水板，他这些全都没做啊。那你有换来构造给他做上面吗？那也不做啊。第一个，他要去工厂切一些镀锌板，对不对？第二个有些还要凹，对不对？他算一算，切也没有合，阿里亚不建造不差，他不要我们做的啊，我老弟看过来。所以对那个原来设计窗框跟你那个结构体之间的一个接点，是原来是窗框掉了，对不对？但是起码还是镀锌板，对不对？从下方一路到它的外缘，再倒角过来 ，counter frame， 对不对？来半圆，所以你只要这样，起码水再怎么样都进不来，只是边角这一部分，是，对，是边角那里。这个案子，它应该算是用承重墙的方式来设计的。其实它不是真的承重墙，它在那个住的地方还是钢筋，像柱子那样硬。对，只是把墙跟就是把它给一样。其实只是把墙做厚度，双层合在一起。所以这一道墙是做厚度，但其实还是有柱子。基本上后头像是正常的，但是柱子的位置还是加强。
所以做一个外墙做窗。所以外墙会发现那个孔比较少，对，后段不孔。它最主要前方那道墙，有类似大梁一样，把前方把它贯穿在一起。所以其实前方的受力有点要受后面，当然是受长向对抗。想这边分享一下，再跟这个业主。你说那姐姐后来就跑掉了，就是对业主的一个价值观，后来就是说他在找你做设计之前，他对他的家有个想望嘛，对，什么样的瓷砖贴什么样的型，我要弄个什么样的屋顶，弄个我他应该会有他不会讲这个，啊，他不想，他不讲这个，他不会讲什么我要贴什么瓷砖要写屋顶，啊，没有，就这样的过程里面，到底说有没有一个他？有没有一些让你实在快做不下去的理由？然后你要觉得这个业主没有哎，关系好哎，啊好，就算是他不换的业主了，真的比那个后完那个六楼的那个叫他输的业主，输的业主，因为差太多了。但是有时候 OK， 我要什么样的空间呢？我要什么样的机能点这样子。然后他跟他姐姐要，原来是要分要的嘛，又要分，所以才会说中你这样一接。他到最后他姐姐就是盖到他老家增建一楼，所以就不要了，变全部他包下来。他包下来，他还是想工作室。工作室其实就他的生命一样，所以他工作室天天要连到客厅内来。哎，客厅其实有一半的是像工作空间一样通在一起的。他真正生命最强只有三楼，他这也符合他自己的生活需求。他除了生活下来就是他的工作。他那个人天哪，有点怪咖的。当兼任老师，然后去教书，学生展览，还自己出钱给学生。这种狂看啊，这种人最早在台湾，真的就这样人，所以算他不完了。只做经费少。那后来这种又是一样，那个什么龙边、虎边，然后哪里不能什么什么一大堆，什么北斗七星阵一大堆，不然那个业主就差很多了，你能够做得到，而且。顺着它，然后把它所谓顺着它再把它给消除掉，然后把那个空间还该有的东西再来慢慢植入，然后它旁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接纳起来再接纳，然后有什么不好就把它给扔掉，就到最后它东西也不见了，差不多它只剩下点痕迹而已，那也查了很久，然后最后连那个都快解约了。刚刚两个模型都是快解约了，两个快解约了，这已经解约了，已经不干了。然后到最后再回来说，好了，还是找你干。对吧？好好。那像你们做到这个程度，就是说在合约的执行过程，像你们像费用在收取上的问题。这个业主没有这个费用，你说这个业主前面一个业主是解约了，先解约了，就是那个下面那个四楼解约了吧，然后就付基本上结果已经计算了，然后水电已经计算了这些费用，他过来他又说好，再找他盖，啊我的费用是没有跟他拿，啊我就贪恋自己在赚钱，我不爱，他就赶紧撇下来了，到最后他也不用再找。或者说是那个，就是交朋友嘛，其实也没有说绝对要去跟业主交朋友，有些也不见得非常的朋友，对，就反正看到怎样了，遇到怎样了，知道吗？因为他们那种都很怪，乡下，真的是，你不要看那种草包啊，超草包又真的很会赚，那钱都包在哪里赚？然后对你们这些设计者又啊，口袋乱空。当大家确定了之后要给你这些钱了，他也觉得蛮高兴。那一月每月没都没什么意义，结果这样子。尤其中南部生活应该蛮多的，应该有。
你们谁要补充？可以请问问题啊，就是刚刚像正宅那部分，刚刚徐老师说没有建造嘛，那现在那栋建筑物这么有名的话，那建管科会不会来助力啊？那建管科不会管那么多，因为那个乡下连那个骑摩托车都不戴安全帽了。真的，那个乡下骑摩托车竟然不戴安全帽了，警察在前，大家都没戴。为什么都会有这样的业主，他们会愿意来这边找你？你怎么去面对他们？虽然说最后才解决，最后又回来，这样的过程往返，我不晓得心路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一栋六楼跟下那个四楼正好亲近，但是先接下那个四楼，他那个四楼就也4年了，4年才动过。他这个反而是他后面才接到他亲戚，他亲戚也要改，然后就改，就是接受一点，就要改，他们就是认识他。他反而那个4年那个比较麻烦，因为那个前后经过不同的地了，然后那也是，也是一堆事情。他过来之后是比较亲和，就过来那个电脑图那个，但是他自己去看阿联政的，我们那天正好有事去那个业主那里，然后要回来回家了。这个男主人带着他的太太，就在旁边晃。然后我说你要干嘛？我想想看这个房子。我说你自己看，我没有事要回家了，你就走了。他突然隔两天他自己打电话，说他自己想买一块地要盖。他一看哇，完蛋，断地死地，因为3面都被爆出来，他前面房子3楼4楼抽死了，也是封死了，死掉了。但是看他两个估计都很老实的，而且起码有点梦想，就是不想说嘛自己该换的跟别人都一样，要换就对，好了，就接了，接了，但现在就是构造这个问题。然后过来做了另外一间那个很狭长的4米4，然后30米，但是也是自己来去找那个业主。在外面的时候，他们自己夫妻也是要买地盖，他也不想盖。他们是小学美术老师，还是在他们镇上晃很久，然后村里晃他们晃很久了。他旁边人说，这个已经来了快8、9次，出来不知道要干嘛，好让他进来。他进来才认识那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才，我那个业主才跟我讲，有一个人在他家晃了8、9次，才叫我盖。大部分都是认识，他也有这么意外。在一些比较你主观认为的一些设计概念，如果业主不能接受的时候，比如说风土，或者是流缝，那你就决定不接还是接？我卖 key 了，我就卖 key 了，这不然的风土就是安尼，你让我来说，就不接了，你为什么对了？明明比较好给你，你要不要了、啊？对，真的、啊、真的是这样。赚也没赚钱了，人家就是倒亏的啊，比较好的给你还不要，真的经济你真的生活比较好，你还不要，你干嘛？你去找，你就自己找找。我觉得基本上不知道看个人价值，你起码还要一个道理感出来，你
对你的职业要有到位感，因为这个都比较好，啊，那个比较就是不要。那现在帮朋友的弟弟，他也是盖室内的，那你改这个要曲线会比较好，因为空间更阔一点。不要就你去找别人，不要，因为就比较好，也不是我喜欢了，因为我喜欢把你盖室内墙，就全部都是变玻璃了，因为你变更薄啊，就不要这个，是。你说这个完全不是我喜好，我家喜好就是你所有墙室内墙都变成两层的薄薄薄的，给光线外面光线都变进来，啊，他们也没办法接受，那我倒觉得是个人没关系，这个不坚持，但是那个型会让你更好，你为什么不要？对吧？啊，他讲什么的？他说我从小就是直线的，所以看曲线就是怎么看的都看不惯的。对，你从小都看不好的，对不对？是那就看不好的，人家从小都看好的，你就不可能接受这个啊，对吧？他到这个也 OK 了。这一样，每个毕业都在斗争，而且那种草包也要斗争，知道吗？那种台大毕业也要斗争啊，博士毕业还是要斗，都一样，没差别，在这方面同等。因为他们不是学这行，即便我们同学，我都会发觉，就是说未来一些新盖的住宅，假设是有完成之后，我们也希望再请徐老师过来。然后就是说关于一些 IJ 计划这部分，我想今天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并不是说很了解，或者说如果我想以后有机会，关于有一个像住宅系列的这个演讲，比较针对自己国外案例，我希望说到时候也有机会嘛，请各位朋友可以有机会。请徐老师，来在这边再跟大家分享，讲一些国外的一些比较经典的住宅案子，啊，那我们也是比较期望，就是说，假设徐老师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组一个团，那我们去看这个人生必有十大建筑物啊，看会不会有哪一个地方是有没有遗漏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但是看了建筑也是自己看的，你去看了建筑，真的不是一大票的，所以不带票还是看看，对他讲是赌钱，你铁定要自己看一看。我们实在不是一票吧？参观，看不了几个。那我们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先预告一下，我们第四场是由徐明忠徐老师来做关于这一个系列住宅演讲的一个总结，这样子。这个时间上我们现在还在调整，但原则上我们到时候一样还是用 email。的方式会通知大家。那我们今天也跟掌声来